快回这球，所以他们也是不太擅长的。而且在这个环节，他们跟田青、赵云磊的差距就会更大一点，所以丢分很快。 利用波特帕的进攻威胁还是有一些，如果是发后场的话呢，更要注意防守。 11-6，田青、赵云磊领先到了第二局的间歇。 双方继续比赛。其实今天尽管在场上占有优势，但是田青和赵云磊确实像陈曦球所说的，还是没太放开，没有打出自己的最好水平。这球虽然是占优势，但是总感觉有点别扭。 防守顶着对方自己攻出了界外。 判断差的比较多。